大家好 ,STLM 来到最后一条我花时买回来的车仔机介绍的影片。今次就要介绍一架几出名下的车。咁就是这架 Hyperpopolis 的01号。咁就叫凤凰啦，它有个花名叫凤凰啦，或者我不知道警察名那些。咁就01 Hyperpopolis 就唯独这样忍住了。咁啊，睇落都好快咁啊嘛，幾型。跟住咧，佢係極之特別嘅，因為你可以見到咧，前碌咧係五個黑色，但後碌咧得四個嘅啫，即係用兩款碌咯佢，係啦。咁啊，藍色，圍住佢，啱有啲白色啊。啊，咁呢個就係最初喺 Purple Police 嘅車輛最主要嘅顏色啦，後屘就越嚟越藍啦，係啦，冇咁白啦。这个旧阵最简单就是白色上面蓝色下面咁啦，可能就是作成本低啲，后尾佢越嚟越劲，咁啊越整越浮夸啦，咁啊可以见到车尾灯就咁样嘅，啊，咁啊Toyota，系嘛，都系咁，咁样红色线咁样包住啦，几多窗，咁佢有天窗添啦，不过我唔知点解有黄色车窗，唔知道有咩帮助啦，系啦。咁警察灯啦，当然要整翻盏灯啦，咁先等人知道佢系嘅紧急车辆啊嘛。咁佢功能咧就避震咯，系啦，咁就冇啦，系啦，冇门开得嘅佢。啊，咁呢个 Toyota 系啦，铁底嚟嘅，合金属底啦，跟住仲印住世界嘅 Tomica， 系啦，咁啊31号壳嚟原来，咁啊 EX7 啦，好型，咁1:62嘅越南制造啊呢架嘢。唔错，系啦，呢个几型啦。咁好，今次呢个 Hyperpopolis 01嘅介绍嚟到呢度啦，咁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